题哈，为什么达伟最近到时候我拉你吧，妮妮姐，好吗？然后那个吃过了，你们吃了吗？晚上好，洋洋的叶阿姨。在哪里工作？现在我最近都没有直播，有几天，前段时间不是发那个烧了吗？然后刚好这几天每天都在学管理，然后就是学习这些山货的经验，所以这两天没有直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达伟刚刚发的这个视频，最近都在你哥这里学经验学管理。好热，这里。晚上好，谢谢 MAY 姐姐送了97张人气票，比心，谢谢点赞，欢迎明明姐，我刚看了，好嘞，在床上看你直播，谢谢，谢谢明月阿姨一直以来支持，真的每次真的很感激，我一开直播，你们每次都会准时准点的进入我的直播间。晚上好，把人气标的麦亮一亮呗，伟家人，让达伟看到你们都在我的直播间。欢迎小郭阿姨，晚上好。确实开始减肥了，对，最近慢慢也在减肥。谢谢 MAY 姐姐，墨镜。这里没有空调，这个蚊子好大。谢谢点赞。好热，妈妈最近身体好一些了，然后我最近不是在成都吗，我就租了一个那种民宿，50块钱一天那个房子，然后妈妈这两天和妹妹也在家里面，也在家里面那个，你好叶子阿姨，也在成都来了，我准备带妈妈多去玩一下，白天晚上下午的时候我就可以到你哥这里来学习管理的经验，因为我觉得人无完人，一定要努力的去学习更好更多的东西，以后才能做一个更有用的人。对，这两天好热，成都，然后我现在是在成都的这个新都这边，就在这边，米哥他们仓库也在这边嘛，就是这边是他们成都的一个分点，然后包括很多的叔叔阿姨之前你们买的山货都是从这个仓库给大家发出，因为要比如说我们把那些山货收过来，然后在这里进行分装打包，然后人工检测，然后最后通过快递发给大家，是这样的。这两天就在学习这些经验。晚上好，康乃馨阿姨，好热，谢谢点赞。好的，叶子阿姨，来日方长嘛。然后你们知道达伟最近的规划和计划吗？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我接下来就晚上好，小芳阿姨，我接下来呢，达伟胖了，对，没有风扇吗？可能是因为刚才在帮你们那个弄快递，我刚才一直在装快递嘛，和他们一起那些叔叔阿姨一起学习打包，怎么打包，怎么就是你要接替你哥当老板，没有没有，在成都，好嘞，晚上好，不卡吧，谢谢点赞。晚上好，谢谢小红军送来的爱心，谢谢点赞，我数321，我们一起把赞赞先点到10万，好不好，叔叔阿姨哥哥姐们，来，我们一起点赞就双倍加成，321，我们一起点赞，点点点点点点点，对，太热了，
不卡吧？对，现在点赞多少了？4万了，是不是？马上要到5万点赞了，谢谢你们。然后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如果有人气票和灯牌的话，可以帮达伟亮一亮，谢谢你们。对，谢谢点赞。妈妈最近身体挺好的，你们也要照顾好自己。你们那边热吗？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成都现在多少度啊？成都现在今天20几度吧，随便是有。上海36度啊，我的天哪，太热了。广州那边更热。黑话，什么时候结婚？结婚啊，来喝喜酒。和谁结婚啊？我是现在连个老婆都没有。广东36度，海南38，热热热。大卫好久没见，对。接下来呢，我就准备可能要去云南，然后全国各地去收山货了。你们支不支持呀，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我会去很多地方，去云南，去内蒙，去青海，去好多好多地方，只要有山货的地方就有大卫。我想真正通过抖音这个好的平台做一些真真真正的有意义的事情，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也给叔叔阿姨可以带来更多全国各地的山货。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最近呢，我在李哥这里学习管理的经验，然后也向李哥学习这些产品的知识。还有包子粉吗？是有一些的，对，谢谢，要注意安全哦。谢谢，是的，因为我觉得全网现在所有的主播，像三龙这样类型的主播，没有一个人在做这个事情。达伟呢，我觉得趁现在还年轻，那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我就想去拼一把。你现在到底有没有女朋友？我现在没有女朋友，我是单身，而且我觉得我的努力和意义更多应该放在工作上面，而不是谈恋爱。妈妈在成都这两天，然后妹妹呢一直在照顾她。好嘞，10万了，谢谢。年轻人嘛，拼一把，总比天天待在家里面有意义。我就觉得，顺便我可以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妹妹不上学吗？妹妹。说句实话，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我妈呢，你们也知道，一直身体不好。我呢，不出去挣钱的话也不行，我不出去努力也不行。所以妹妹自己是，她说她不想上学，然后照顾妈妈。我想的是，给他报个什么兴趣班或者什么，他可以边学着然后边照顾我妈妈，是这样的。最近蜂蜜多是吧，云南红河州有机会一定会去的。所以这两天没有直播，就是因为我现在在学习，向李哥学习很多知识，为将来做更好的准备。你愿望是娶我们彝族姑娘还是汉族呢？我觉得彝族姑娘也好，汉族姑娘也好，其他民族也好，只要两个人是相爱的，爱情不分民族。谢谢腊梅飘香阿姨送来的比心，谢谢你。妈妈情况最近稍微好了一些。其实我们做儿女的最大的愿望和心愿，就是自己的父母亲能够身体健康。因为对我们来说，钱没了可以再挣，这我们人生这一辈子
钱是挣不完的，不是为了钱而活，而是挣钱也是为了给我们的家人一个更好的生活和物质条件。当有一天我的母亲生病的时候，她需要做手术或者需要钱的时候，我这个做儿子的，我能够拿出来，我能够让我的母亲像别人的爸爸妈妈父母一样，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这就是我现在拼搏的理由，也为了将来有一天我自己的儿女能够有一个好的起点。所以说我现在得拼，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我也得努力去拼搏。所以我觉得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就是欲为大树莫与啊，不对，这句话比喻不对，就是我现在的努力就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养老。加油加油，谢谢你们。所以说真的很感谢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啊，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达伟这儿买了很多样山货，起码十几样，一直支持达伟走过来的叔叔阿姨们，达伟呢一直真的很感激。如果没有你们，没有达伟的今天，谢谢你们给了我一切，所以我才会更加的珍惜这一次的机会。爸爸吗？爸爸就不提了，没事。阿姨好想你，谢谢阿姨，我也很想你们。谈恋爱有什么要求呢？没有什么要求啊，就是有眼缘，顺其自然的遇到那个对的人就好了。你有刷礼物的叔叔阿姨，你们也给他点个关注，谢谢你们。其实你是我得不到的男人，没有，达伟呢也没有那么优秀，其实。谢谢送来灯牌。卡吗？现在好了吗？谢谢点赞。你哥一会儿就来了，想你哥了吗？你们很久没看到你哥了，对不对？谢谢点赞。你哥在这儿，你哥刚刚我们才吃完饭，辛苦了你今天。谢谢点赞，祝贺你哥在这儿。Hello Hello， 大家好。对，好吧。仓库这边有点热哈。哦，对。对，仓库这边有点没空调，这边条件有点简陋，只能将就一下了。对，没事，到时候我买个风扇过来。对，因为这边确实太热了，然后仓库这边它面积比较大，然后就没空调，现在天成都天气有点热。对，谢谢小妮奶奶。我最近就是叔叔阿姨哥哥姐们，这个是你哥，然后他从我刚开始带山货，我第一次就是你哥教我嘛，他那个时候从云南过来，最近没有直播的时间，我一直都跟着你哥在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其实达伟进步还是很快啊，大家在直播间家人们都看得到的，从达伟第一次最早开始带货到现在能够在镜头前面能够很大方很从容的去给大家介绍产品，真的进步很快，大家都能看得到达伟的成长。但是在你哥这里学习到了很多知识。对，李总都给你打招呼。大家好大家好。对，谢谢点赞。然后你哥晚上好。对，你哥最近就一直在教我怎么打包快递啊，怎么管理啊，这些知识都一直在教我。对，可以在咱们这边多待一段时间，就是如果说最近有空的话，不忙的话，可以在咱们这边多待一段时间。对，你哥你费心了最近。哎，没事，其实也是看达伟其实真的很努力的，大家都能看到的。我最近想有个想法，就是我想到处就是去云南那边走一走。去云南？对，因为之前一直没有机会去那边嘛。对，谢谢点赞。想去云南哈，其实去云南的话，那之后是怎么考虑的？去了云南之后啊？我想的是云南那边很多山货嘛，然后有很多渠道，我就想去那边自己去摸索一下，包括看看那边有没有新的这些农副产品。
云南那边，云南那边的话就是像一些山货啊还有土著那边确实比较多，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云南，因为我们在云南待的时间比较长比较久一点。如果你之后确实要去云南的话，到时候我可以给介绍一个人那边，因为我们那边有自己人，包括就是跟了我们自己很多年的一个人，到时候我可以介绍给你去那边。 因为李哥他们的仓库在昆明那边，对，就有一个最大的吧，对，成都这边是分公司，成都这边有一个分仓，就大家之前前两天大卫直播的时候大家也看到，就是我们现在就在成都这边分仓里面。对，谢谢你跟你个大姐。对，第一个要感谢直播间的每一个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第二个真的要感谢你哥，因为没有你哥，当时我就学不到那么多山货的知识，也没有那么多好的渠道把好的产品带给大家。也是，其实还是看达伟，第一呢，他自身非常的努力，第二个呢，也是真正的想把一些好东西带给直播间的家人们，包括刚刚达伟说，他说他也想去云南，想去云南的话，到时候我这边也可以给他推荐一个人，让他带着大伟去那边，不管是去收产品也好，去看某些地方，去看一些地方也好，这边他都比较熟悉，因为他就是云南本地人哈，因为我们在云南待的时间也比较长一点。因为我想的是，很多主播他只是带货嘛，很多就是有些网络主播，他只是在当地收山货，我也看到过这样的，但是我呢，我就有一个梦想。我想走遍，从云南开始，走遍全中国，趁现在还年轻，去挖掘很多的产品，也能到时候把当地的一些文旅的东西，旅游景点的一些，通过视频分享给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挺好的，其实挺好的。在直播家人们到时候也可以跟着达伟一起去旅行了，也包括达伟去的当地话，肯定也有很多好的东西，达伟也能够带给大家。谢谢点赞。就刚刚说你是想先去云南那边是吧？我是打算什么时候去啊？我准备过几天就过向导，就是你说的，你哥说的向导。谢谢点赞。你总是不是一看就很善良？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们是吧？他真的人特别好，我当时一分钱都没有，他还借钱给我，就是给我好的生活。来嘛。你们是怎么回事啊？小雅，对，小雅，你先过来。你咋在这儿？你不是在云南吗？我最近都在这边的呀。你先过来吧。不是李哥，你知道他是我前男友吗？打尾话我实在是久了。我在直播呢，我开直播呢。打尾话，反正我们是认识是比较久了，但是这个。你们这个事情的话，我是有点。我的天哪，太巧了吧？拍电影吗？你怎么在这儿？没有，我最近跟李哥在这边好久了。前段时间他跟我说有个网红要来，合着这网红是你啊？我的天，好久没见你了。你是不是长胖了呀？你现在怎么这么胖？我胖了很多。对，我真的，你怎么在这儿啊？我还想问你，你不是在昆明吗？李哥，他就是刚刚我跟你说的，我们跟了我们很多年的一个，他之前他确实是云南人。他是云南的。对啊。但他在昆明啊，你们怎么？我们之前也一直在昆明啊。因为李哥过去那边收山货，然后我就跟着李哥过来了。我的天哪，我们两个有几年没见了？两年多，不止吧，两三年了，到现在应该三年左右。你现在在做向导啊，在哪个公司？对，因为他是云南本地人嘛，云南本地人，我们在那边的话待了很多年时间，很多地方的话，就是之前我们才去云南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就认识了。哇，世界那么大，太巧了吧，你这个也太夸张了。我也没想到是你。你最近怎么样？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挺好的呀，就做向导呗。因为他对云南本地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我们之前才去云南的时候，很多地方也是我们最早是在2011几年的时候去的时候，他就在那边，然后就是当地很多地方他都是带我们去，所以说小雅也是跟了我们很多年了。那你知不知道我跟他这个的话，小雅从来没给我提过哈。
李哥，你跟我说的也是个网红，对啊、你也没说网红呀，什么名字？是网红啊，达伟本来就是网红呀、啊，对不对？你应该告诉我他叫啥名字？哎、你说网红，我怎么知道是他？就是我，对啊，好久不见，大总，我虽然握个手，好久不见。现在还好吗？挺好的。你怎么跟以前一样没变啊？还是那么瘦。你。但是变漂亮了，漂亮多了，比以前。谢谢。但以前很漂亮哈。谢谢。我的天哪，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你们知道我遇到谁了吗？那个，你要不要喝点？你要不要喝瓶水？哦，可以，你问你，你要不拿一下？我给你拿吧。没事，哦，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助理李文林。哦，你好。这个是小雅。哎，对，哦、你以前我给你提过呢。哦，对。哇，太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不是初恋，就以前。来，打吧。谢谢，这边就有点热。对，蚊子也挺多的，你还穿短袖。嗯，你现在在负责云南那边吗？还是？我基本哪里都去吧，然后就云贵川这几个地方。啊。最近都在跑。就负责专门向导吗？就是公司里面。对。啊。太有缘了，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我的天哪！但是。其实我也想着，我有预感可能会遇见你，因为我做向导嘛，你又做这个山户。你是负责彝族地区吗？彝族的这些，因为之前我不是带你去那边，你就做过一段时间志愿者。对，我。那你们怎么认识的？你跟李哥？就是在那个彝区，然后李哥他不是过去那边说山户吗？啊。然后我当时在那边做向导，同也。哎呀，就做一些公益吧，然后就认识李哥了。嗯，看一下，不行，我弄一下，我胖了五十斤。难怪。两三年没见了哈，我们。对，我之前也是导游，我好害羞啊，叔叔阿姨哥哥你们现在有一点点。我也很。怎么说的？我有点紧张。两年，我看。接近三年没见了，是吧？有了，嗯，有三年了。嗯，要不要我在开直播？我现在做抖音了，以前不是在海对面吗？哦，现在做抖音了。对，谢谢点赞。我听李哥说你做的挺成功的，就都是李哥带着我。然后我跟李哥怎么认识的哈？之前我不是做抖音吗？嗯，他在云南昆明那边，他就给我发那个私信，嗯，然后就认识了，他就过来帮我带了第一场货，就带的特别成功那个时候。啊，嗯，然后后面李哥就带着我慢慢学习嘛，我也不懂这些，我没接触过山货，然后就慢慢学习，慢慢摸索。然后这几天我在这边就是学习管理那些。你是一直在成都吗？还是才从昆明那边过来？应该说才从宜区那边下来的。可能你带的那些山货有一部分啊，都是我带李哥去那些农户人家收的。有一些吗？对。但有一些我也是自己去收之前。啊，哦，只是有一部分。啊。还是挺巧的。真的很巧，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你在直播，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没事，那，要不要打个招呼嘛？你哥你怎么想的？小雅她是小雅这边的话，因为她跟云南是比较熟悉，而且也是跟了我们很多年了。她因为她本来就云南人，对，她是云南宣威人。哦，宣威，是的，是的，宣威火腿。嗯，对，跟了我们很多年，所以的话就是你刚刚说你要去云南的时候，我就说哎，给你介绍一个人，对吧？这个人对云南熟不熟悉？熟悉，很熟悉，是吧？我就是本地人。对呀，对呀，但是也有点太巧了哈，这个事情。对。嗯，缘分，要不要打个招呼嘛？我在直播。可是我太久没接触网络了，我有点不好意思。他要打个招呼呗，粉丝都说想看看你。啊。那我拿过来了哈。我过来吧，没事，我过来。你过来吧。我怎么打？怎么介绍？你就坐在这儿，没事。嗯。
哦，这个是小雅，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啊，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小雅。她叫小雅，春晓的晓。哎。雅是那个雅观的雅。哎，你们好。我。谢谢。啊，我害羞啊。没事，好久没见了啊！我现在胖的跟猪一样，跟你一起我都不好意思了，真的。没有，他们都夸你，你看他们打字、嗯。谢谢叔叔阿姨们。嗯，很漂亮哈、啊。嗯。确实，我现在直播间有3800个人，对。哦。就右上角，这就是人数。嗯。对，他们你看都说好漂亮。她叫小雅，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对。嗯。你们好，晚上好。嗯。你。真的该减肥了，有点胖的有点过了，180多斤。对，你哥、哎、他是负责，就负责他在当地话，在我们那边哈，就负责的话就是当地的一个向导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他对那边比较熟悉，所以很多地方还是需要他带我们去。如果说他后面，如果说你去那边的话，他带你去，就去云南是他负责。对，他负责带你去那边。嗯，因为我是云南人嘛，所以说我比较熟悉云南啊、青海那边的山户、嗯，然后还有文旅那些。然后，嗯，你以后有需要的地方，你可以叫我。嗯，那我到时候过去是就他来安排就行了。你来安排吗？嗯，是的，可以。我当然，因为李哥之前你不是有一次说要去青海是吧？嗯，然后他就说有个网红，然后。当时本来去青海的时候也打算让小雅跟着一起去的，当时我、哦、当时后面没去嘛、哦、对，后面没去成嘛，我们这边。对，嗯，好尴尬呀，主要是你哥，嗯，哎，这个啊，咱们都是工作哈，工作、啊、没事、哦、没事，对，工作。但是我们也很久没见了哈，小雅你好。对，他叫小雅，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嗯、就是晓得的晓，雅春晓的晓，然后雅是优雅的雅。哦，对，嗯，谢谢。小雅漂亮，是缘分。确实挺巧的。嗯，脸红了没有？没有，没有。嗯。就后来我们也是比较很好的那种很好的朋友嘛。嗯嗯。对。谢谢农村阿姨送来的礼花、大眼睛，对，长得特别漂亮，像混血。我戴着这个眼睛有点反光。你要能取吗？嗯，不吃了吧。哦，我也不好意思。没事，哎呦，我老乡，你要不用云南话给他们打个招呼呗？给叔叔阿姨哥哥姐们打个招呼。有云南话。直播间也有云南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有吗？有的话扣个一。嗯，当初是，谢谢点赞。嗯。嗯，那我用云南话打个招呼吧。可以，行。爷爷娘娘们晚上好，我是小雅。好，就是。好的，好的。我忘了你多大了，你是00年的，好像。对。哦，你比我小4岁。嗯，我外婆就云，他们说你。很漂亮啊，我都不知道怎么直播了，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嗯，对，他是云南宣威的，对，嗯，谢谢送来的灯牌，哇，我真的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你，我都有点惊到说不出话来。哼，没事，嗯，我们之前什么关系啊？就我们以前是，嗯，这个是前男友，很久很久了哈，对，3年了，3-4年了，3年前的前男友了。哦，对，但真的很有缘分。嗯，谢谢点赞哈。嗯，也要感谢你啊，没有你的话我也不会去做向导。哎，哦，现在结婚了吗？他们说没有呢。哦，没人要。嗯，谢谢点赞，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哈，叔叔阿姨哥哥姐好热。确实有点热。谢谢点赞。
我找个什么给你删一下呗。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不用没事，谢谢点赞。这样哦，谢谢谢谢。小雅是汉族，对，我自己来吧，自己来，谢谢。小雅是汉族，对。那么你要不坐这儿吗？我们一起直播一下。好，可以。对。你们不要乱说哈，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有吗？没有没有，你不用看他们，他们就爱乱说。你们不要瞎带节奏哈。没事的。对。谢谢点赞。嗯。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嗯。谢谢。嗯。工作嘛，我都没有，还是有一点。你抱这个去让我看一下。什么眼睛吗？啊。我舌头有点近视。我看一下呗。嗯，你最近做的怎么样？工作上面做的还可以，就是这段时间一直跟着你哥学习嘛，然后产品卖的也还挺好的，对。嗯，也是卖的，就是主打山货吗？卖的都是山货，包括我现在直播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都是一直买山货的，有很多，就是基本都是铁粉。现在直播间，因为我最近没有直播，因为李哥说的山货都是我也跟着一起去，都是那种很好的。嗯，你们不要瞎说好不好，珍珍阿姨。我们云南，嗯，哦，你先，我们云南有一款那个。包子粉你带过没有啊？我带过啊，之前我去收的。哦，那边我之前去云南待了几天了嘛。包子粉、就是、云南的包子粉啊。你就是云南包子粉。哦，对，那个真的挺好的。对，然后收过来我们还把它灌装，就明治包子粉。哦，对。嗯，那个比较保健。对，你们不要乱说哈，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好不好，就不要乱说话，咱们谢谢点赞。什么叫生命，唉，你们再乱说话我生气了哈。就是我们有文明一点好不好，我跟人家很久没见了，你们就不要。对，只是碰巧遇到。没事，不用跟他们说。嗯，谢谢点赞。我都紧张的不知道说什么。我们又没有什么你们乱说。嗯谢谢送来灯牌。这是花生吗？你们怎么？哎，谢谢点赞哈。谢谢 MY 姐姐送来的墨镜。怎么感觉你心情不好，怎么了吗？没有没有，就感觉他们挺烦的，就出现一个人他们就乱带节奏，就是就挺烦的。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没有没有。要不我们去仓库那边，这边也太热了。对，然后这边仓库的话会比较凉一点，因为里面有空调。
对，在打包呢。嗯，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给你们看一下，还在打包呢。现在就包括你们以前所有买的产品都是通过这儿打包的。对，嗯，我们不要再提私事了，好不好？对，嗯，你看，每次都通过这里给大家装车。对，这是。